对这些个小玩意儿吧，我也是都感兴趣。对感兴趣的东西，一定愿意去认真去做。在制作成视频以后发布到网上，那播放量当天就突破了100万，啊，是这样一个过程。我们开始不断的去拍摄我爸去做一些木工的视频。 干到老，学到老，永远学不完的。我们要想把这个事情干好，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走出国门。